每年总有些时候，总会想一个人去到不同的城市，去感受，去寻找。哈哈，想啥呢？我怎么会是一个人？动起来，虎虎！感觉特别像花儿与少年。啊？呀呀！哎呀哎呀！这是谁呀、啊？从哪儿走过来的、啊？村子在这儿。地方出来。两村组长。看我这头发怎么样？治疗颈椎。别甩了，一会儿头套掉了。上下，绕圈，自由 freestyle。老字号。牛记。拍了吗？拍照片。有、嗯。这里还可以有吗？这家超赞，我上次去机场之前就在这儿吃的早饭。哎，我这人全部都吃完了，是我旁边买的。给我，我来拍。哇，那么沉。在干嘛？我在吃牛杂饭。吃吗？好吃。我吃的牛肉饭，不是牛杂饭。嗯、你要不要用日语跟店员沟通一下？嗯。双下巴是伪命题，不被它支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管它呢。你在打开吗？就是我要开动了，是吗？对，开动。太嫩了，太好吃了。好吃。哇，你看这肉里面还是红的，这肉太好了。牛舌，这牛舌啊，这么厚的牛舌啊，对，超厚。哇，这个肉真的太好了，我吃了那么多家烤肉店，这个肉真的好。帮你来吧。帮我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玛利亚布拉。给我放汤里了。很好吃。这是我能吃下去的最后一块肉，我再也吃不下了。别的也吃没有了。什么歌？张国荣的《春夏秋冬》。你搜他一首叫《情男子痛》。情男子痛是从今后一秒钟初次感动，那气氛使我面红，用臂弯紧抱拥，心跳加速，你体香轻翻染浓。
其实每次只要出去玩，都会无意识地去想起一些花哨的瞬间，尤其是有机器跟着的时候。感觉特别像花儿与少年。这个记忆，它其实很浅，特别容易想起，又其实很深，因为这些关于友情的重逢，来之不易。